蒙福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啊！那这次牧师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过来，啊，我们一个月前经过我们第二次周年纪念，那我回到本会祷告会的时候呢，就在那边跟我们新加坡教会一起回顾我们蒙福基督生命堂是怎么被建立的，啊，大家都为各位感恩。那么啊，我也代表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啊。 为各位在这周年纪念线上的这个宣教奉献来自谢啊，我们已经收到你们信箱的寄啊，呃，看见你们对整个宣教工作的一个祷告。那么呃，刚刚我来之前呢，呃，其实是昨天晚上呢，我就一直在为各位祷告，我就看到各位的这个主日信息的进度表，你们已经讲到的使徒行传十三章。 啊，十三、哦、章是神借着使徒向着外邦世界，那这伟大的宣教工作的开始。所以今天我过来的时候，特别是想在传福音与宣教的事情上，给大家一些亮光，呃，也带给我们一些勉励。那么各位，我们先有知道说，我们主耶稣基督颁布了大使命之后呢，他升天宝座。 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与门徒同工。那圣经很清楚说，当门徒出去宣扬福音的时候呢，主和他们同工，用神机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各位，这句话首先就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整个的传福音宣教工作是宝座上的那位主，他在带动信徒。 也与信徒同工的事了。那今天很多教会不明白这个属灵的事实，然后就很迫切的用心用力，甚至用人为的热心来要推动人传福音、做宣教，那教会啊，每次有这个拆船乐啊，那一直就激励信徒说：“啊，我们要宣教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啊，人灭亡了啊！”我们常就听到这样的话。 然后就发现，嗯、呃，这个宣教就变成了教会的一种项目。呃，我不知道各位来自的教会背景。那我自己生长在一间长老会，那我每年都有这个拆传月份啊，拆传呐、啊，宣教月份嘛，拆派去传道，对吗？那我们就有时候在这个拆传月份呢，邀请了一些远方的宣教师，或者比较名望在宣教工作，呃，特别有名的一些牧师。 宣教师来勉励会众。那么我们说，我曾经呢，在这个长老会的甚至我看过，我们邀请过我们中国的恩人啊，所谓中国的恩人，谁啊？戴德生他的曾孙啊，戴少正，戴少正牧师来过我们当中正道，还有戴季中牧师哈、啊，也是他孙 James Taylor 也来过我们当中正道过。那。 那是我在长老会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将他们宣教合场，他们怎么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艰辛的过程跟我们分享。那时候大家听了之后呢，哇，心里很被激动啊，就大力的奉献，对不对？宣教宣教月份就是做这个东西了啊。我记得每当我们，呃，这样的聚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都很被触动。 啊、呃，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啊，我一个月啊、呃，父母亲才给我三百块啊，那时候就要拿出一两百块，哎呀，很感动啊、呃，就奉献，哎，这不少啊，对我来讲，嗯、呃，那时候我们都这样做。那我看很多的教会都是有这样的，有激励信徒，燃起弟兄姐妹对宣教的一个热忱啊、呃。那么当然有这样做是好的，我并不是说不好。 但是有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是，每次我们听到这样的宣教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都是充满一些愧疚感啊。各位有没有？愧疚感，我们心里想说：哎呀，我们现在在新加坡这个地方这么舒服，这么安逸啊，人家就是离开本乡啊，去到异乡那个地方。 呃，跟人在一起，跟有些呃没有福音的人，有时候跟穷人就是在一起，哇，他们在那个地方要用福音影响他们，真了不得。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分呃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做什么？除了奉献还是奉献的、啊、哈，就一直在奉献。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记得这个戴戴继宗牧师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华人教会呢，只有把钱奉献啊。 但是没有把人奉献，啊、呃，他就讲这句话，呃，那他就说，我们以为把钱送去了之后呢，我们心安理得了，人就不用去了啊，啊，那我知道你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呃，那他就这样讲的说，哎呀，我们听了这句话更加内疚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呃，心里合理化说，哎呀，人要做工嘛，人要上班嘛，怎么一直去做宣教？那有一些人就被这些话很激动的时候呢，你就看他们做什么啊，那好，我们就拿架。 跟公司拿两个月、三个月假，我们过去宣教合场那个地方，跟宣教是同工，跟他们一样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啊、嗯。然后在那个地方，呃，接触神学生还是缅甸啦、啊呃，或者有一些比较穷苦的地方啦、啊，呃，那个地方就去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做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呃？因为我们传统教会长大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也看到有一些人这样做。 那有些人当然每次听到朱牧师讲这这些宣教报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像朱牧师这样能够去中国啊，去台湾哪里这样，呃，去传福音。呃，我们我们去，呃，也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呃，怎样去嗯、呃，所以呢，就一般上就是这样的短短期的一种宣教这样来做。呃，其实还有一个更难的东西，就是说。 我、哦、我觉得我们心里面如果真的很诚实的问哦，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短期两三个月将跟这样人在一起，我们忍耐两三个月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要影响他们哦，我们很被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也看我们的时候哇，真的把我们当做老师。但是其实你问你自己，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在在自己的祖国，哎呀，跟人呐、啊、都不能相处了啊。哦 都一起吵架了啊！自己本会都跟人家吵来吵去，这些东西跟家人吵来吵去，然后呢，现在忽然间去那边圣灵充满，哇！然后要跟他们分享福音啊，然后要讲勉励他们的话。各位有没有矛盾？<laughs>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只是过去看到他们很很落后，呃，整个的生活很贫苦，然后你就被有一种激动，哎呀，这样的人他们为主献上自己。 那然后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说啊、哦？有时候你自己呢，其实也是被一种愧疚感来推动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对我们宣教的感动呢，是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推逼人去做的，也不是这样开始的。各位，我们知道宣教的工作的确是重要，我们我们非去不可，这是主的命令。 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听牧师说不能白占土地，我们应该去。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但是去的理由是什么？去的动机是什么？去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各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对不起，我这么说，呃，宣教不是你被人激动一下子。 我们这样带着愧疚感，然后去去了之后，你是感觉你已经完成了主的工作。我传福音了，我这两三个月很少人这样做到，我就现在，各位，如果我们的宣教工作只是这样，教会在推动宣教工作是这样的话，那这是活动来的，这是活动了，因为你没有进到现实。福音不在你的心，不在你的口，不在你的生活，所以你只是在这样的月份宣教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被激励。 听到一些见证，看到一些照片，对不对？然后你就去做这些东西。各位，这不是我们一来要讲的宣教工作，因为宣教本身不是活动来的，宣教是生命施工来的，是生命被呼召的人做的。所以讲实在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呼召啊，你做不了宣教的，你打不了那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项目、一个活动，那做完就是了。 不是你全生命的，只有一个的信念，带着一个要完成这最大的使命，也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救赎历史这个短暂的时光，在我有限的时光里面要完成的事情。这是我的全人、全生命被呼召要做的事。从你所在的地方到你脚掌所踏之地，其实那都是宣教之地了。各位，所以呢，我们来看。 最伟大的宣教师，我们使徒保罗，他对宣教的认识跟心智是怎么来的？那很重要。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好吗？大家，我们翻开罗马书，各位罗马书，我们一起翻翻开来啊、哦，我们就会看到，刚刚我们秦经文也已经读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使徒的话好吗？使徒第一章第十一节。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得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各位注意听，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保罗要将。 福音传到罗马。那那时候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呃，那按照学者的推论，这个是他第三次宣教旅行的后面。啊、呃，在使徒行传二十章,20章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奇顿那个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定义要到罗马去了。当时罗马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地，当时呢有各种人迁移到罗马这地方。 有各种人在那里就业啦、生活啦，有各种人信主，犹太人也信啊，外邦人也信啊。所以他在十一节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属灵的恩赐要分给你们。”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问：“什么是属灵恩赐？”因为这是他写罗马书，然后之后他要去罗马的目的来的。 就是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信徒。那什么属灵恩赐哦，有些人听到这句话就来了哦，哇，要讲方言了啊，一并赶鬼来了啊！各位是不是？这里所讲属灵的恩赐，是不是讲各位？所以这个属灵这个恩赐这个字呢，有一点含糊。那保罗，保罗是不是在讲哦？我要把福音的信息要传给你们。 救人的信息，神的救赎传给你们，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那他就讲，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就好嘛。为什么他要讲属灵的恩赐？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属灵哦，这个跟福音的信息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对不对？这个福音是属灵的，神赐给人类的，对吗？但是各位，当保罗说属灵的恩赐呢？ 确实包括福音、救赎福音的信息，但是不只是这个。我再讲一遍，不只是这个。嗯，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他只是要把罗马书的音信称义、人接着基督与神和好的那个信息传给罗马教会的话，他写书信给他们就好吗？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嗯、写书你以前没有 Zoom，嗯，以前没有 Internet。 那就写书信也可以，对不对？那就，所以我跟各位说，那为什么保罗说“我切切想见你们，我要见到你们，你们与我，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一起同得安慰”？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他的意思是没有错，你们要把阴性称义的信息搞清楚，你们要把与神和好，借着基神的儿子与神和好的信息搞搞清楚。但是呢，我。 还要实体的到你们当中，我要跟你们见面，我要接触你们。为什么，各位？因为人的生命要触碰福音是要实践的。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之间，你们有犹太人，你们有希腊人，你们之间外邦人、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分歧，这个我到你们当中，我先把书信给你们，我到你们当中，让你们看我怎么把这个福音活出来。 然后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一起同得安慰。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如果各位，我是要分福音信息给你们，我在新加坡讲到，你们开视频就好。为什么我要过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要讲的东西？这个属灵的恩赐呢？这个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听了信了，你还要接触，你还要活出来。 然后你还要用这个福音，来怎样的应对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分歧，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所以这个当儿，让我们一起看神怎么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当中。属灵不属灵？这属灵的东西，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不要各位有一个抽象说。 说，哎呀，就是把神学搞清楚就行了。<coughs> 我们把神学讲得很清楚，我们把归归正神学讲得很清楚，各位不够的。你这个东西，你讲清楚之后，活出来的时候没有爱，活出来的时候彼此伤害、彼此分歧、彼此,彼此论断。各位不是，那不是属灵的恩赐，那个是头脑的知识，你了解吗？所以保罗的每一句话呢，你要猜到他要讲什么。 如果他只是要把罗马书的写去这个内容写去就好了，不需要本人去，然后要同德安慰，你可以听得懂啊。然后现在呢，他带着这个心心境，然后十三节说什么？弟兄们，我不约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一起来，如同在其余外邦人中一样，一起。只是到如今，人有阻隔。各位看到这个字“人有阻隔”吗？各位有没有阻隔？各位他什么阻隔？那如果各位去看，以不所说书十九二十章那个地方，你们就知道可能是环境的一些阻隔。当他说我要向罗往罗马去看看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感动。但是什么事情呢？ 哎，那时候以弗所有一个暴乱出来，有个暴动，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一个首都嘛，亚细亚的首都很乱，很混乱，所以可能他还是觉得应该留在西亚细亚，要兼顾教会一些。会所,所以呢，有时候一个宣教师，一个牧师，他很想去到一个地方，但是呢，很实际上有一些环境带来的阻挡，有一些人所带来的阻挡。 但是这一切里面呢，一定要记得，这是神的主权里面，也是神的引导里面发生的事。所以，一个真正的宣教师不是拼命我要宣教，我要做出一些成绩，我今年要拯救一百个人呢、嗯，不是。一个宣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他要听从主，他要听从主，因为这是主所带领的工作，主开的门，你去。 主观的门，你不要拼命去。那你去的时候呢？你如果神没有开门，你硬硬要去，然后你就发现人的心没有预备好，做的工作都是事倍功半啊。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热心靠自己的热心能够做的事情。这个阻隔不代表不好，阻隔呢，其实是让宣教师有一种时间来祷告。 甚至一种酝酿，呃，我其实也跟自己说，哦，我我每次读这个罗马书这个地方，我就一直想啊、哦，保罗写这个，然后我也想，主怎么带领我们做这个宣教工作？我们问一下我们，呃，吉隆坡我们夫基督生命堂啊、哦，我们才建立两年，所以其实呢，你们知道吗？在牧师心中里面啊，呃，我我我过来这个吉隆坡的施工，如果真的讲，我到这个地方。 呃，接触信徒，然后常常到这个地方开头已经是二十年的事情了。所以，我已经很早就已经想在这个地方建立一间教会了。但是，其实其实疫情前都想做了。疫情前，如果认识我的人，你们听过牧师讲过这句话啊、哦？那，但是我没有做。嗯，那时候很多人，我说你其实在这吉隆坡建立教会，候，我说没有到了，时间没有阻隔还在啊、哦。哎，还有，哎，什么阻隔？大家都很愿意了。 大家没有预备，还没有预备心了。首先，你问谁来讲道？<laughs> 那时候可能庆辉啊 j o s h 当然不用讲了，心都还没有预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疫情前，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没有预备了。那时候我们本会新加坡工人也不够，各方面不足，所以有一些阻隔。你们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阻隔不一定是不好，这、就是神的时间。 把这个事情呢，要放在我们的心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当神阻隔的时候呢，不是叫我们啊，就忘掉它，你继续放在心中里面祷告。然后到一个地步，时间到了，各位知道吗？我们疫情过了，各位还记得牧师到 H T B B 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哦，让教会再次兴盛起来的那个主题，我讲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一直。 一直在神面前判断，主、啊，时间到了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一定等那个时间来。当很多信徒的信仰生活走到尽头，当很多信徒真的没有办法去到任何的教会，也经过疫情，很多人无教会的时候呢，我说主，那个时候到了，因为我们所建立的施工不是要造成其他的教会感到危险。 我们真正要把福音传扬，要真正做主的工作，要帮助众教会的工作。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在考量里面的。所以我再讲一遍，其实有阻隔，不是叫我们停止祷告，我们的心在酝酿当中，这个时候继续更加的迫切。所以保罗他在等待的时候，他带着怎样的心境？你们注意，保罗在等待的时候，他带着怎样的心境？我们继续读好吗？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 十四节、十五节，一起来！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什么东西呢？各位在这里呢，你会看到保罗说什么？他不但是对有听过福音的人，也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产生一种欠债之心，我都欠你们的债，我都欠各位欠债不是哎，好东西我们来分享分享，嗯，不是这个东西，有一个欠债之心在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宝贝，我也认识了人生死祸福有关的这个信息，有关的这个消息，我怎么能够不讲呢？我不传就有祸了，对不对？ 所以呢，他对谁有这个欠债之心？不管是有修养的希腊人，或是野蛮的话外人，或是很聪明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呃，便是，或者总督，或是很愚拙的啊，没有什么学问修养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就换句话说，你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福音，你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听。 我保罗从神领受的这个救赎的福音，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所以这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给病人在医院半死的人，然后现在失去自由在坐牢的人啊。当然这些事工我们教会都很多教会都做，对不对？但是福音不是给这些人而已，是给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当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要去传什么？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燃起我们的这个欠债之心？难道只是一股热忱？看到每个人在做，哎呀，我们一起有人脉，一起做的事情，不是，也不是你带着一种亏欠之心来做，不是，是欠债之心。各位，我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清楚看得到，现在活在地上的人。 种种的问题与痛苦呢，都是跟他们将来要面对永远的审判有关系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现在我们所有的问题和痛苦是什么？是跟将来在面对要面对那个审判，我们没有答案，跟那个东西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人只有在地上，我们遇到苦难、不顺利、生病，然后我们哎呀，为什么地上这么苦？其实这个苦难是将来要受审判的一个写照来的，因为这个都是罪带来的东西，慢慢走向死亡，慢慢走向你失去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的痛苦，我们地上的问题是跟我们有没有修养、有没有学问、有没有地位、有没有钱。 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我们的奇英文，各位，罗马书保罗要把这个福音要讲的时候，他开始就讲什么？他马上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要临到一切不谦不义的阻挡真理、拒绝真理的人。各位，你们怎么逃脱？你们阻挡真理，你们怎么逃？各位，阻挡什么真理啊？我们人。 心里面，这个最心阻挡的、压抑的，什么是那真理中？那真理是什么？就是有关神的真理，有关神的真理。我们不相信他，怎么呢？圣经怎么说？你们不荣耀他，也不感激他。各位，你们不荣耀他，也不感激他。各位，感激谁？感激人哦。你现在成功了，你感激谁？感激父母，感激老婆啊？那、啊。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感谢他。各位，各位，你有没有感激神？有没有感激那个给你生命的气息的？你有没有感激那个在你苦难当中保守你的，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拯救你你们不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你们怎么能够逃脱这个罪，逃脱这个罪所带来的审判？当你们不认识他，压抑这个真理，不要认识他。 不要感激他，各位，慢慢的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撑不住，生活撑不住，就无奈就来，无助就来。然后罗马书说什么？然后你们就会怎样？你们就去拜偶像，你们就去拜男人、拜女人、拜木头、拜金像、拜昆虫、嗯、拜走兽，对不对？就是罗马书一章一直在讲的信息嘛，对不对？ 就是不要来到那独一的真实，他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你们不要拜他，你们去找这些东西，你们相信钱多过相信他，相信这个地上有名望的人讲的，相过过于相信他，有没有？嗯、所以呢，你们怎么能够逃脱那个罪？然后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我们只是不相信他嘛，又没有什么。但是慢慢的。 你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你的性情开始变。当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呢，不要遵从敬拜这位神的时候呢，他的顺性怎样？顺性变成逆性，很自然的东西，很自然的本能的。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喜欢男人，这是很自然的东西。现在变成不自然了，变成男人喜欢男人，女人喜欢女人啊。哦 有时候人不喜欢人，喜欢动物，嗯，啊，这这很奇怪的，很很自然的逆性。各位明白什么叫逆？性？不自然的，unnatural，unnatural。Un natural, Un natural, 然后呢，慢慢你就邪僻的心就来了，骄傲啊，恼怒啦，淫乱啦、啊，什么啦，各方面的罪，各方面的。所以各位，人变得不像人，人变得不自然。 各位，我问各位，我们做孩子的孝敬父母是自然的吗？自然的，但是你走到这个罪恶满盈的时代呢，是吗？这孩子呢，对父母就没有感觉了，没有亲情了，对不对？哦，父人生育是很自然的。哎呀，你结了婚，我都很想把一个生命生出来，这个相爱的果子嘛，对不对？ 哎、哦、呦，生了他没有自由啊、哦！啊、呃，还是不要保持保持不要生啊、哦！所以，我们新加坡现在生育率啊，零点九七啊，还两个人生不到一个人呐、啊。呃所以呢，一定马来西亚来来来，移民过来；中国来来来啊，移民过来啊，移民政策就来。各位有没有？所以已经不自然了。各位，难道人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吗？ 难道人还能说我想怎样就怎样，这、就是我的自由？所以中马田牧师说，人是反叛者，你们向神反叛，你们是被约的，所以神任凭的审判呐、啊，就会临到人类了。任凭人，神没有干涉你的时候呢？ 人就越来越走向灭亡，罪恶满盈，然后最后的审判就会来。但是，罗马书继续讲下去的是什么？但是很重要，神有丰盛的恩典怜悯，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对不对？他将神的意带来，他一生顺服神，活出神的意，然后呢？ 他在十字架上将他的义归算于我们，我们的罪归算于他。所以各位，你们这拥有基督的义的人，你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罗马书三章，你们信借着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不对？白白的称义，你们与神和好，你们是不再被定罪的。 你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基督的后世，与基督同得荣耀。各位，你还需要什么？各位，你问，还需要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够的？你今天地上生活不能喜乐，不能满足，不是因为你少了这个，少了那个，不是，不是这个东西，乃是你不认识福音。你把你的你要的钱，你的前途。 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名誉，看得比神的救赎更可贵。把这些东西放在福音之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牧师，我很苦啊！你苦什么？有病咯，身体越来越没力，孩子不听话咯，事业无成咯，很苦，很痛苦啊！你知道为什么痛苦吗？因为你从来没有将。” 这些苦楚，用来见证福音的好处。你自己反而因为这些东西羞耻的不得了。保罗下监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所遭遇的，叫福音兴亡然后他口中夸耀的是什么？他夸耀的是自己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那保罗，他夸要软弱，但是我们呢，隐藏软弱，然后自己好的地方呢，一直吹啊，啊、哦哦，我的孩子啊，你看上什么大学？我的孩子是做律师的，我的孩子是做医生的，嗯、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他是去英国读什么？啊、呃，去了啊，到一个地步他就不要回来了，嗯，对不对？啊，爸爸妈妈，我觉得这边生活好啊，你们自己来哦。哦 哦，我有空回来看你哦啊、哦，然后就在那边的生活了，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荣耀是这么快变成羞辱的，我们的兴奋是这么快变成失望的，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保罗说什么？我认识了福音之后，我欠他们的债。 无论怎样的艰难，我要到他们当中去，我要让他们认识这救赎的福音，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继续讲什么？各位，他继续讲，讲了欠债之心之后，各位看第十书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十六节，一起来，一二三，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各位，保罗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福音有什么好可耻的、嗯？福音是好消息嘛？福音是好消息，信福音好不好？好啦，可以顺利，可以安康，可以顺,可以顺什么得偿所愿。神同在，神祝福我，在福音里面，神祝福我。各位。 这些不是福音，这些不是福音。如果你所信的福音是这样的话，那个是另外一个福音，那个是假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信福音的人，真正信福音的人会发现，你会跟一种羞耻感需要征战的。所以保罗才说，你们不要以福音为耻。真正信福音的人，跟一个羞耻感为耻。当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要传的，如果是事事顺利的，神给我事事顺利，有什么好羞耻？没有啊。但是，他要传的是丁十字架的主。犹太人说：“挂在木头上的都受咒诅，你们要信这个受咒诅的人吗？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为你和我受咒诅的。因他受的咒诅，我们得到祝福；因为他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牧师，我不是因福音为此啊。 我是因我做基督徒为止，嗯，做基督徒有时候呢，我做基督徒的这么软弱，你看给神输谁了啊，或这么软弱，这么多苦难，所以呢，有时候我自己生活很不顺利，什么都不好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啊，因为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敢讲？你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些软弱、这些苦难里面。 神怜悯你们，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有基督的同在，所以你在苦难当中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我们好像相反来认识福音。我们是认识福音，头脑道理上懂，神学上懂，但是你问你的心里面以什么为荣？你在面对苦难？ 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思想的？这个是代表你的信念。在疫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教会，他是一生三四十年在会理工会，他得到癌症末期。那他来的时候呢，那他就找我，他说：“牧师，我不是叫你为我祷告。” 但是我现在很混乱，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为什么这样呢？我就问他，我说你都知道我得到这个癌症啊，可是我的孩子呢，现在全部是在这个恩典福音啊啊，你们懂恩典福音的教会，他们就在呢。他说我三四十年在这个传统会理公会呢，我们是知道，如果我们得到病了，我们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求主医治；如果不是的话。 那也你得到荣耀，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跟我孩子讲这个，他骂我啊。他说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得医治啊、嗯。神的旨意就是你现在要信，信，然后就得医治，就是这么简单。爸爸，你不要祷告错，祷告错了你得不到。所以叫爸爸一直要信。所以他爸爸不敢祷告他以前所认为的啊。所以他现在有一点混乱了，所以他就他就来找我。 <laughs> 不是我受的教导是，但是我孩子，但是我心里面也真的想得医治了啊！医生说我只有六个月，所以我说，我们心里面想得医治，这是自然的，我们有存活的本能。但是我们我们心里面知道真理之后呢，我们遵照真理来祷告。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会得医治不得医治。 但是我知道这个病痛是神许可在你身上的。然后，如果按这医生的话，你只有剩下这个时间了。那这是医生的话，不是神的话。你剩下多少时间，神知道。但是你现在身上有这个病痛，也是一个实况。所以你的前面多少时光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请你现在向神这么祷告：神啊，我剩下多少时光？但愿我用这些时光。 都来荣耀你，见证你，把这福音的好处分给旁边的人，所以他就到处去不同的教会，有时候就分享他的见证，因为他是一个很老练的基督徒了啊。嗯，所以呢，很多人都认识他，所以他做完了很多很多的见证之后呢，在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我们教会，他来了一阵子，一段时间没来，后来他又是出现，出现的时候很衰弱的样子。 然后他跟牧师跟我说，牧师，我现在最后一个请求，我给给你一个请，我不是你的会友，但是我在你这个地方也一两年啊、呃，这样的做做出因为他医生说他只有只能活六个月的时候呢，想不到神给他一年半，然后他都还没有死。但是当那个一年半之后，好像时间快到了，快到的时候呢，他找我。那时候他找我的时候，他坐在我前面，其实我我都可以嗅到。” 他的这个身体腐烂的那个味道了啊，因为已经全身都是癌症了。他说：“我就有一个请求，你帮我主持丧礼。在我的丧礼里面，有关我的好、我的什么都不用讲，不用纪念我，只有传福音，让我的孩子听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需要听福音。或者我在你的教会这一年来听的明白的。” 可能多过我这一生这样听过的，所以我要你帮帮我,我主持丧礼。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答应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啊、哦，在疫情快结束的时候，我就主持他他的丧礼。感谢主啊、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明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 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一直在听好听的福音，合乎人胃口的福音，给我顺利的福音。如果你听的福音是这个，你一定会因福音为耻的。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因福音为耻了，不敢跟人家说我是信耶稣的，对不对？因为你见证给人的都是我信了耶稣，我的情况怎么好起来？ 嗯，我的工作怎么好起来？各方面都是好起来，但是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因人的罪，人的咒诅临到世人，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接着基督了。这个中心，你抓紧抓稳的时候呢，那你就发现你不会以福音为止，你在苦难临到你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思想。 来与你里面的那种羞耻感会对立，然后反而另一种喜乐、另一种盼望会生出来，那就跟世人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圣灵所赐的。阿门。各位，你要听到我现在讲的这些话啊，这是很悖论的东西，但是我们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福音，保罗所经历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所以保罗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我要讲完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大能福音是大能，什么能力？两种能力，注意听，两种的能力。第一，救赎人的能力，重生人的能力。这福音对不对？所以不是单单你的生活改变的能力。 不是你情况改变的能力，乃是你的心重生改变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呢，你从实心向神刚硬的那个心，转变为肉心，从关注地上的事变成注关注天上的事。这只有福音能够这样的改变人。呃，你的孩子，各位，你的孩子如果误入歧途，你不要祷告神啊，你改变他，你叫他不要抽烟。 神啊，你叫他不要说脏话。神啊，你各位，你不要这样祷告。你想，神啊，你叫他会读书，你不要这样祷告。你要祷告什么？神啊，重生他，开启他的心眼，重生他。就最大的能力是在这个，你的祷告要合乎你所信的福音。OK，你祷告对了，圣灵会坚强你。然后第二，各位，另一个能力是什么？ 福音的另一个能力就是感动人、激动人，然后叫人我将这个福音从哪里？当时候从耶路撒冷传到地基去，叫人从你所在的地方继续传到地基，所以福音的大能呢、啊，不会只有留在你一个人享受恩、享受恩典，自己很自满，享受神的爱，不会只有这样的。福音会呼召你。 他会更新你，他会催逼你叫你去，他会叫教会差派工人去，不是只有你来来听听听福音，听福音就是说去，等你去的时候门就打开，你去的时候门就打开，各位了解吗？所以是这样来的。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被这种愧疚感来催逼去，我们乃是要听明白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的这福音改变了我的思想。 改变了我的心境，改变了我人生的目的，我的追求。哎，那个时候呢，你面对苦难的心，你面对逼迫你的、控告你的人的心，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跟各位说，我从我认识福音开始呢，啊，神讲我，我真的，我讲我认识福音是，我二年级就已经是在教会了。 但是我每次讲，我真认识福音，是我对福音的这个认识打开的时候呢，呃，很奇妙的，我的人生的方向、目标全部以神为中，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我以前我是在教会里面啊、哦，就有问题来祷告，求神祝福我，好像跟拜佛的那种信仰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那那种忽然间我他眼睛打开之后呢，神很奇妙的。 从你认识的当儿啊，你的心认识的当儿，你的口会开的。所以从我做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带两个小组了。后来呢，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呢，人开始邀请我。我二十六岁慕会，三十三岁我进到大陆宣教，随走随传，从农村走到城市，我七年。 大陆宣教呢，然后从南走到北，北走到南，我每次讲这个，然后最后怎样被出境了咯，就是被抓的时候出境了。这个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可以跟各位说，这样的走这走这的时候呢，是很累的，有时候也很胆怯的，但是神每次感动我，你不要怕，你继续传，你不要怕，你继续传。 有很多我的子民会被得着。那时候我没有读过神学，神把我放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朱老师啊，我们今天整天都有特会哦。明天啊、哦，从早到晚哦。哇，我就打开圣经了，一幅手书六六章，哇，看看看看要讲什么啊？加拉泰书啊、哦，就六章讲讲什么这样的？各洛西书四章就是这样。呃，当然，我之前已经七年。 在本会，啊，那我已经圣经里面已经熟读，也教导这些东西。但是你到宣教现场的时候呢，大家等待着，大家的饥渴、激动，哎，那个时候呢，你很集中的要祷告，然后这样的要翻开圣经要教导他们，然后你教错，他们就学错啊，那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觉得我的系统神学是那个时候学到的，<laughs> 你们知道吗？我的系统神学就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呢，前面他讲罪的是什么，后来他讲救赎的是什么，后来他讲实践的是什么？那、嗯、但是这个系统的每一个保罗的书卷这样，其实宣教现场呢，你们知道吗？当然之前我已经呃格林多前后书讲罗马书讲，但是之后你在宣教现场的时候呢，你就两天你要把这些东西教导人的时候呢。 你真的，你要翻开圣经，你要解读圣经，你要背诵圣经。在这个时候，那就是中国，还还有什么？我的中文也是在中国学的。嗯 <laughs>，对，以前跟华文老师最多的问题，但是后来就是用中国这、呃、来教这个人啊，这个华文半桶水的人呢、啊，能够用中文来证道，你们相信吗？我每次讲回去的时候，我是一个神迹来的，这是神的恩惠临到我的。 没有什么可夸的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弟妹。然后呢，后来，1七年我被抓了之后呢，我从中国出来了。我说神啊，是不是要停了？反正神给我的感动是已经预备好了，你这个器皿预备好了。现在中国你不能进，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有华人教会的你去。然后真的台湾。 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地方，一个一个就是打开，都是华人界就去的，嗯，然后都是城市去。然后有一次，我的弟兄姐妹说：“哇，牧师，现在啊，你去宣教的地方都是去旅游的地方啊，都是 city 哦，哇，我也想跟你一起去，然后一起旅游啊。哇”啊，那墨尔本哇，city，悉尼 city 哇，去到美国洛杉矶 city 哇。 WDC 哦，对对，我讲的，我去 City 之前，我在农村，你有没有跟我去啊就他们讲，<laughs> 我在农村的厕所都没有，只有一个洞哎啊，然后呢，冷到零下十七度，然后，然后起来每天早上跟他们正道，嗯，所以呢，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不能停？因为福音本身就是呼召来的。 福音本身，你对福音的认识清楚之后呢，你非传不可的，你非去不可的，没有人逼你，你没有没有办法停下来，你静不下来。然后我们中间有疫情，然后疫情完之后呢，你们知道这两年牧师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有些人说你们怎么过生活这个东，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怎么过？我今天早上讲了，到我在新加坡我就飞过来。我们蒙福基督生命堂是第几年几年建立的？二零二二年七月底，对不对？我的父亲二零二二年十一月最后一天过世了，我在。 吉隆坡宣教完之后回去了，啊，然后他就过世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有点难过。我说主啊，我宣教完回来，我爸爸已经昏迷了。我说主，我当然我知道他三年有八金身，但是主为什么你不给他活久一点？我这样说，他七十六岁。 七十六岁，那神说：“我给你看他三年的那个痛苦，然后我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去，但是你要做我的工作，你要完成我叫你做的。”所以，我父亲过世之后，十一月三十号，我后来就去跟带着我母亲去旅游，去台湾旅游。其实。 就那个主日我没有讲到，我很久主日没有讲到，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我是我也有时讲不出那个时候，所以那个那个主日我没有讲到。但是过后呢，我就去到了台北基督生命堂，又是我们台北的本会，对不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站上台的时候呢，我以为我我好像不太能讲到，因为你亲人过世，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啊、哦，突然间好像讲不出那个东西。 但是那天我一开口讲，一直到今天没有停从那个时候一直讲，而且是很猛烈的讲，讲不停的，随走随传，一直讲。各位，这个就是宣教的道路。所以原来啊，原来啊，神是预备这个器皿，你们听得懂吗？哪怕是忧伤的事、难过的事，好事坏事。 都是在预备一个器皿，能够把神的道传扬。因为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各位理解了之后啊，你就知道，你的信仰呢，不是只有懂正确的神学而已。你所明白的、头脑懂的，要激动你的心，要感动你的心。 要拆派你，让你的脚有力，能够走，能够去。那时候你才知道，你认识的真的是福音，也你经历的就是福音的大能。阿门。就是祝福大家哈！但愿这篇道传福音与宣教啊，这一深刻在各位的心版。你先把这个话语放在心里面，然后主的时间到了，那主自然会使用各位啊！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要勉励，也使我们众人能够在这个宣教传福音的事情上有另外一个开启。感谢主，让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就留下这么美好的话，把一个宣教式的心境成名出来，让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主，今天主，我们在你面前。 已经蒙受了何等的恩典，让我这个恩典成为我们心中的恩感，也成为我们心中的生命力，能够随走随传。主祝福我们众人，祝福我们蒙福基督生命堂，叫这个马来西亚的首都这个地方，因这个教会的存在，这个教会的祷告，就因这个教会。 以福音为中心，先求神国神意的这个事情上，主让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带来一个福音的复兴，求主自己啊、哦、这样的成就。我们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主美好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但是主，我们继续向着标杆自跑，要得着主在基督里面，所以得着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